这个 inside out 中右外野方向追得到吗？宋承瑞 lock 过来是安打，这个安打球通过二垒继续往三垒去，球看到之后没呼啊，杀到三垒安打。哦，因为是中右外野，所以宋承瑞一直追求，觉得这个球离他反而是越来越远哦。对，风势的带动之下落地之后，申浩伟也是管中外野的防区，所以他知道这个距离让他有机会可以跑到三垒。嗯，哦，这在内角哦。对啊，所以打到中线而且偏右哦，就一点 slice 的尾径，右曲的尾径。那现在直接在一出局的情况之下直冲三垒，防守圈现在稍微缩小哦。对，因为是良好球，所以内野都缩小。嗯，4-4变化球没有进好球带，向魔力这场比赛所投出的第二次四坏球保送的时刻啊，去寻求一个自我的突破。偷点，偷点。直接破啊 ！Safe， 判 Safe 哦！哇哦，这个不是强迫取分，不是等到球确实点在场内之后，申浩伟才启动跑。对，所以这个短打是点下去之后，由三垒的跑者自己来判断的。嗯，要挑战吗？刚看对，最后闪身往。滑垒的动作做得很好。嗯，那邱哥邱总是出来说挑战哦，他有一个期限内哈，他也确定是不是在这个期限内啊做的挑战。哇，刚这个本垒攻防看得到申浩伟的反应能力哦，真的很好啊。这个时候他开始侧滑，对，那就是手套有没有 tag 到，有没有 tag 到的关键啊。那因为邱景彦所站的位置呢是很 OK 的，他身材又很高大，所以他有可以去俯视啊陈家驹的手套有没有去 tag 到。那家驹第一时间是觉得可以不用挑战，他有示意啊。嗯，其实球是比较早到哈，对，先接到，但是申浩伟侧身扑垒的动作做得很完美，能闪躲，左手还可以滑过去触摸本垒。哇，那前两天在播美国职棒的时候，我们先看啊，场上的这个最后的判决 safe OK。 那既然是 safe， 那董子恩上垒，同时呢申浩伟也得到了第一分。